还有嘞，恐那个什么鸵鸟蛋呢、啊？脑那么小，哈哈哈哈哈，那么大。你这很适合当老师哎，托 VR 解说员。汽车那么小哈，四公尺，我喜欢这颗鸵鸟蛋。为什么会有火柴？他看到什么？老鼠啊，很可爱，它很可爱。海豚啊，篮球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好小，记忆卡。哦，你是看那个尺寸，看太空那个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你给我看什么？还有火车。啊，你可以拉近拉远，你可以拉右手边食指上下滑动。哦，有看到？有。可以上下滑动大小。对，你可以上下滑动比较一下，有没有可以滑？你可以滑动，你可以滑动，这个互动的 ，OK 啊、哦。嗯。我想说你我在看什么东西？我怎么不晓得你有看过这种东西？你给我看的，你不好大的蚯蚓哦。这个金币我喜欢，它会一直这样转而已啊。对啊，你可以放大缩小，看你想看的。还有太阳花的种子哦。嗯，我把巨人弄得好大、哦，这么大，好了解，那就这么大，嗯。